第四个，他共串学意，他共串学意，我这里面提有几个，特别有强调的，什么是户啊？他共中观传陀西藏，什么道士主张他共中观等等，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你们自己好好研究。到目前为止，有这样的。说的人是比较少的，好像，就是有我的这种说法，有完全认同的人，我当然是根据一些经典去写的，但是呢，你们所看到的，不管是土观宗派，不管是张家大师等等，他们的宗派论都是已经翻译成，中文。如果是依据这个去看的，我看的时候有可能是，你们就，我提到的这些都他们完全没有提，啊，有可能是他。但是呢，这个地方是我自己的这个看法，我对历史的看法和我自己所见所闻记下来跟你们解释。一般我相信所有这种各种各派的大道士们的境界是同一个他们是不管是称赞的或者是反驳的，这些都有容易是发菩提心和利益众生。为佛法，我相信这个。但是呢，我们说各宗和他宗的这种观念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批评别人也比较困难一点。当然是我们说，我不是这个自己本身有这个分别，我本身也是非常主张无宗派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我的所有尝试都是各种各派的都有。我从小就是我所学习的环境来讲的话，黄九格林派和宁玛派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人。我各教派的尝试走下都接触过佛法，每个都我对个人来讲的话，对这些尝试每个都对我来讲的话非常重要，我对他们都有相信信心。同样的，对他们的各种对他共中观的反驳或者是称赞，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去不高兴或者是高兴。我本身来讲的话，我不是误导他共中观的人，我只是相信他共中观，或者是学习他共中观的一个学生而已。我本身是不是误导他共中观的人？因为我讲这个原因是怎么样的？觉能派来讲。舍利金刚的话，他们非常保密。如果你不闭关的话，好像都不太会教他们的事情的方式。同样的，他共中观也是问每个人的一问三不知啊，都这些学者们也好，干部也好这个他共中观是怎么样的？你问的时候，大家觉得是这是实修啊，这个是有相信的人、信心的人传的话，不是说有一个人问的话就可以回答的话。你们去问觉能派的这些上师们，很少。谈论这个他共中观或者舍利金刚实修的方法，你如果是你就愿意去闭关的话，每个都会教你；如果是你不愿意闭关实修的话，他们很少。以他们的传闻来讲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很公开，或者是用世俗的角度，或者是用知识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很多这些老上师们不是那么认同，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共中观也是比较保密一点，到目前为止比较保密一点。也是呢，有关他的文章也是翻译中文的不多同样的研究这个人也是不是很多。每个地方，不管是藏传佛教的历史，或者是在很多研究中观的人都提起他共中观，他共中观这个名字是很多人就会提到的。我今天所接受的就是我们一般的他共中观的简单的接受。如果是进一步的有了解的话，我也是，我们所谓了解的也不深。这里一般而言，他共中观的思想源自佛经，传到西藏。我为什么叫源自佛经等等呢？就像人民大巴大师，或者是你们应该这里已经看过，张家大师、土观大师等等的，觉得是他不是佛教。他们认为是他不是来自于佛法等等，有一些这样的说法。因此呢，我说这个来自于佛经，传到西藏的一个宗派。觉能派更加庄重，他的著作中，他有108口诀多引文。他这里面有提到是在他共见多引文是赞陶器
看不起。哎，他应用的是他的论。但卡夫奇斯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十一世纪的一个人。啊，他是，但是在印度的他密勒实修派的传人啊，他自己特别去研究密勒菩萨密勒实修派，尤其是波心论啊，波心论在西藏这种传到西藏也是他的功劳，因此呢，这个赞卡布契他有一个著作。有他共同版的著作，这个就是十一世纪或十二世纪，在这个时候已经就有了。因此呢，他不是说一木木就读一大师的时候所产生的，也不是都不把大师自己编出来的。因此呢，很久以前就有，很久以前都有。啊，格格卓丘大师他著这个108口诀真理的时候，里面用的多。不是多布巴的著作，也不是由我们觉得比大师的著作，他用的是赞卡布奇，就是这个我们赞一式卡布奇他的著作。赞卡布奇跟谁学习呢？就是萨迦那大师，印度的卡什米尔的班禅萨迦那大师啊，或者是包金刚。包金刚是当初南兰陶寺的一个最重要的学者。南兰陶寺大师有四门班禅啊，和这个中间的大量等等，就是有南兰陶寺就是用比喻，就是四个四门都有四个有名的学者跟外道并论的。中间的话，内部的话，我等于是现在的方丈非常不管是接的学这个知识各方面的最优秀的有两个中量啊级的这个人物。这个其中一个就是包金刚，就是仁钦图吉。这个萨迦那是仁钦图吉的学生，也是他的侄子，萨迦那大师。萨迦那大师跟他学的啊，这个赞卡布契是跟他学习弥勒悟论，尤其是波心论啊。我们说赞卡布契是什么时候的人呢？就是扎瓦温西大师啊，他的这个传记中有记载他的名字，是他的一个学生。因此呢，我们可以说的确定他的年龄。以前当然在西藏的佛教室或者是很多揭示弥勒悟论的这些书籍里面，都他的什么时候的人都不是很明显的。但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二一世和扎瓦文西达舍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跟他有关系，他们的传记都有一些记载。因此呢，他确定是这个时候的一个人。这是第一个。再来呢，在这里面提到是格格中重要提到，他看到这个赞卡布契的旧的笔记，这个笔记上面写什么名字呢？是莲花垢，就是这个名字。这个莲花垢是赞卡布契的本命啊。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藏传佛教中坐有就有他空中观的论文啊，他空中观的论文。有些人说这个是宾州多布巴大师之后产生的，这种说法呢是不对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宾州布顿大师，布顿佛教社大家都应该知道，已经翻译中文，研究佛教藏传佛教的人必须要看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是不记载，但是呢，这个不动大师的一个问答录里面有记载。有人问他，他空中观是从哪里来？啊，都在不动大师说，王系有达那法仁钦也系，达那法是一个地名，就是我们在西藏地区的一个地名，哪里有个达的，就是仁钦也系，也是当时出名的一个上师。啊，他所弘扬的一些教派。后来呢，就是多布巴大师提倡而已，他又提到这个。这个文大师我没有看到，他只有更改卓尔琼的文集里面是有记载而已。因此，布顿大师也是有承认，
啊，他是多布达，多布巴达是之前已经在藏传佛教中，就有他空中观这个法门。啊，下面说，这个多罗那达大师有提到，有时候类似的文章啊，你们就是慢慢看嘛。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会有一个字一个字记住。第五个是觉能通他空，特别提到是觉能传承弘扬他空的法门。啊，这个这个地方又特别提到觉能是什么？觉能是非常冷门，很多人如果在说叫黄教根律派或者是宁玛派啊，西藏的这个这两个是西藏最大的两个教派。如果他提到这个，大家都好像就多多少少会了解。如果提到觉能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很陌生。也就是我这里特别提到的觉能是怎么来的呢？觉能是就是这个觉能的名字，觉能是一个地名，后来就变成一个传承的名字。从什么时候就有觉能呢？就是八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呢，后来就慢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些闭关中心。尤其是有些尼众的闭关中心啊，也有南种的道场等等，就有这个区域是很好的一个修行的地方。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成就，因此呢，在这个地区大家都称为是觉摩那或者是觉那。后来呢，觉那派的根本突击尊者啊，他在哪里有建立闭关中心寺庙？啊，要弘扬释论教这个法门，弘扬释论法门。弘扬释论法门的时候，要释论金刚当时有十八部或者是有20多种传承，那部如果是细分的话，不止18个，但是比较大的有18个传承。他这18个传承都融合在一起，在当地他写了一本书，就是释论金刚鲁智加行的导引文。这个是西藏的第一部释论金刚的解释，第一部释论金刚的解释。是从此开始，这个我们所谓八大修派中的释论传承就变成觉能派。八大修派以前藏传佛教过去就有八大修派的一个传承，这里面就是当时觉能派变成觉能派。觉能派先宗的这个经典占卜是依据是密鲁无论，密乘的经典呢是释论金刚，这两者呢就是没有冲突，融合在一起去解释的。在这次索南姆老师也是给这个觉能，前面有特别提到是藏传佛教觉能派他搞思想，因此呢，我这个这里有特别有提到觉能派的原因是这样的。还有觉能派这个觉能传承和所谓他共中观，这也是分不开的。如果是凡是觉能传承的，他是主张他共中观他共中观。因此也宣扬他空中观，修持他空中观。因此呢，就是特别这个法完全的一个暴露和弘扬的，只有我们可以说是完全的，不管是经典，不管是论说，不管是实修都有有这个传承一直在延续下去的，对于觉能传承。因此呢，我特别是我这里有提起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大部分就是研究他空中观人认为，他空中观什么时候开始呢？因为我们觉多吉大师他所创立出来的，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因此呢，我这里特别要提到这几个这个意思是有一些有误会或者是他们没有研究到因为我觉多吉的著作。我这里面有提到过，
由木木基督祭司学习圣灵金刚，获得真悟之人，也可以说密法的他供中观的一些说法呢，有可能是他从哪里传出来的，但是他不是书上他供中观的人啊，他供中观是来自于印度，在这个地方呢，大家要注意，不然的话，甚至不管是西藏的很多这个学者，非常有名的学者们啊，或者是大德们啊，大家的解释有一些误差的地方。第一个，我这里提到一有印度传入西藏，不能说为创始者啊，这个在赞卡乌奇的这个介绍里面已经提到了啊，他当初密卢无论中的波心论，还有舍利金刚，这些是他的根据的经典的十二部疗愈经典等等的，从全部是从印度传来的。他也是我们所谓观念密的唯识中的这个密的解释，以及清平论使得博顿论中观博顿论的这种密的解释延续下去的，因此呢他不能说是创始者啊。第二个是多罗那塔大师以上的觉朗派，我说多罗那塔大师本身也没有提到啊，从来没有提到过是幽默默基督祭司他供中观的创始者。在幽默默基督祭的著作中，第三个是幽默默基督祭的著作中也没有他供中观这四个字，完全没有。他有四种明的论，他的著作总共有我们目前看得到的五部论，所以这五部论里面都看不到他供中观四个字，我都有反复读过好几遍，但是呢就看不到他供中观这四个字。虽然是主张如来藏性的永恒他法皆空，这种是就是他主张这个没有错，但是他供中观四个字是看不到的。不管是在张家大师的宗派论，或者图观大师的宗派论，大家都认为是这个幽默默基督祭司觉朗派的创始人，有特别提到这个，他是他供中观是或者是在他所睡觉的时候所谓误导的，或者是就是有一大堆这种的批评，但是呢他的著作中我们所谓看不到的。第四个呢，觉朗派的祖师更改中就是108口诀多印圆录中用的就是赞卡乌奇的著作他供中观多印文，他看过他供中观赞卡乌奇的这个旧版本，他自己看过这个，因此呢他也不承认多布巴大师所传的，而是赞卡乌奇所传下来的。哎呀，因此呢第四个理由是更改中就是这个他供中观108多印文里面用的是赞卡乌奇的，因此呢赞卡乌奇是这些有目目就的就和多布巴大师之前的意义上是。第五个是我们在看不到多布巴大师之前他共有任何反驳和赞扬他共中观者著述，我们看不到了。哎呀，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如果是他共中观造就西藏非常广传或者是这个幽默默基督祭有著作一个他供中观论的话，大家都反驳的人也是应该是会用得上他的主张一句话都没有用到，他说但是他创作而已，完全加上了一个罪名一样，好像是就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一个批评而已第二个呢，就是赞扬他供中观的这些道士们，不管是宁玛派不管是噶举派，他们的他供中观者也是看不到一品幽默默基督祭大师的著作，如果他早就有一个著作，他是一个创始者的话，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用到他的论文呢？完全看不到的，完全看不到。因此呢，我是说，很多人对幽默默基督祭身上实践，但是呢，这个是没有减法而实践，没有目标而实践，好像是他们也看不到他的论点，但是呢，就是有可能是哪里听来的，或者是有些人的误导。这就说不定这样的就
大家都是批评他，但是呢看不懂他的论点，就是独步巴大师和噶玛巴让中东金龙金巴大师更改中中多罗那塔大师等等，他是主张他共中观的大德们也没有应用幽默默九度的有关他共中观的论点。哎，这个他们都是非常尊敬幽默默九度的，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个悟道的圣人金刚的一个大德，也是自己的祖师。为什么自己的祖师的一个他共中观有那么好的一个论点的话，他们应该会用啊，他们自己是相信他呀。这个也是我们看不到的啊，也看不到的，就是他们的论点。独步巴大师的这个全集来讲的话，有关他共中观的大部分的我看过，多罗那塔大师的全集我全部都读过一遍，全部读过一遍啊。因此呢，到目前有的咱们上有的我都读过了啊，都看不到咱们的幽默默九度里的有个著作用在哪里。不管是他的先教的、密教的，总共我们现在有30几本。以前木刻版的话就有18本左右，我全部都读过一遍，都看不到的。第七个，杨公康之人不起，他的著述有《中观见底多引文》《五谷金刚月光》，这里面有提到三战法论，若以了以摄而不经典和密勒五论，龙树及五柱负责的传会，经有素及这个素意识和赞而赞看不起。在二以时颤抖当地，此法称为他共观，发展为诸多将修者传承他有提到这个。但是传会的大多是有三位，这个传会是有完整的解释的人，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个不能算是传，他虽然是做传会，但是呢这个传会不是传世人他完全为了在兼修性道告过，兼修性过这几道过三者里面有归纳的这三个就有完整的解释的人，就是有三位是宾至噶玛巴让中都记，宾至独步巴大师，宾至龙庆巴大师，这三个之后呢就是第七是噶玛巴和萨隆班禅多罗那塔大师速度斯度代比年期等等，他们所有这些人所传下来的，这些人传下来的大地都这个第八个是摩盘仁波切所著的这个承认他共中观狮子后生，承认他共中观狮子后生，这里面有提到甚至人中狮子日光有弥勒达斯弥勒五主传承时，特别提到是达次弥勒五主禅承师，他的传承祖师是弥勒佛虽然这个寄送文有可能是宁曼派的鲁达寺庙中的西庆寺的有名的一个大师西庆建赞他的秘密的法名叫罗珠江祖，江罗珠江祖虽然是他写的，但是呢他依据摩旁仁波切的说法而写的，他们都主张这个是弥勒实修派的传承以觉能派的解释，或者是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呢这种的一个是先密融合而解释成为他共中观的这个思想觉能派祖师们所推广的这个呢，当初云蒙摩九度记的时候的摄影金刚他共中观的解释稍微有公开，有些地方觉能派的历史里面叫他稍微公开，就是摄影他共中观，这个他共中观是怎么样的，这个也是近代的说法，近代的就是这100年这里的有些写的历史里面是这样写的之前的历史里面是也没有特别说他稍微公开，后来觉能派的一些大德们他的现在历史里面是地道的稍微公开，但这个时候稍微公开根本特地做地建立觉能寺觉能寺，然后诸多圣人金刚六智加行的多因文之后呢就是推广。第三个是多布巴大师有写了三法疗愈汉，要开始有广传这个广传的时候呢，西藏有一种说法就是觉能地善六海
堆善呢，它意思是建造捐能寺，就是圣达塔非常大的一个佛塔。除了这个以外，它有著作了《善法疗益害》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论文。这两个就是我们所谓堆善。入害意思是，就他有吸收非常多各教派的优秀的人才，总共有14位大弟子。这14位大弟子里面，就像鸟翁巴、萨嘎玛底班禅等等的宗喀巴大师的上师，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上师。哎呀，这些都是多布巴大师的弟子中出现的。因此呢，入害或者这个呢，就是说是他们在哪里有出现很多接触的所谓学者论者从此开始，在不管是藏传佛教后藏地区或者是东藏地区，都有他共中观，中观这个思想呢依次就有非常流行广传，大家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批评的人也是开始出现推广的人也是非常多就是从此开始他共中观是广为流传的。护持专户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南台北分行，账号0300901577070，户名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加入藏研会，个人会员每个月100元，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 ，email ttbtvoffice@gmail.com， 愿世界看见佛法，阿弥陀佛。